名股东气得和工作人员当场大吵，音量越来越高。带你来看现场画面。原来这是中钢发放2024股东会纪念品现场。这次推出不锈钢砧板组，因为太夯，6月时紧急宣布追加，有的股东6月没领到，好不容易等到9月过来领取又没领到，才会气炸和人员大吵。因为这次股东会纪念品如果没做电子投票就不能领取，除了有人跑两趟没拿到，也有人代表家人朋友从中部过来要领200多份。不过这次发放地点只有台北和高雄，一次也只能领5份，令他相当气愤。带你来听股东怎么说。6月等到9月，9月底耶，一个人他一天现场只能给5份，那你应该公告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你全台就这两个点，台北跟高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是中部要跑去哪里？如果一次只能领5份，等于要排40几趟，股东就抱怨中钢没有公告清楚。中钢股东会纪念品深受喜爱，股东们希望发放规则能够清楚，别让他们等了很久最后白跑。